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全新打造的非凡组合全新的季播节目，我是主持人董毅，欢迎大家的到来。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非凡组合，囊括了海内外京剧爱好者，他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或者演唱，或者是演奏的形式呢，来表达对京剧的热爱。接下来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四位专家评委，他们是京剧文武老生名家王平，欢迎；京剧老旦名家郑子如，欢迎；京胡演奏家王彩云，欢迎；京胡演奏家姚丽，欢迎。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第一组出场。大家好，我是北京的票友张海霞。大家好，我是天津的崔兰亭。我的这个搭档啊，人长得高高的，他的生活当中只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手中的水杯，一个是手里的胡琴，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我的这位搭档气度非凡，美丽大方，唱出戏来非常非常的甜美，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崔老师，咱俩相识于哪儿啊？北京啊，2017年9月19号第一次演《胡能记》的时候，应该记得吧？记得，我们还得了一个北京市票友大赛的一等奖呢。一会儿我们就上台了，希望我们的强强合作更加完美，给力！加油！加油！给力！
好，谢谢谢谢两位的合作。崔兰亭、张海霞哈，崔兰亭先生呢是京胡演奏，张海霞老师刚才带来的这段是《玉皇后》当中的唱段啊。你们两位搭档多长时间了？给我们介绍介绍。一年半。一年半的时间啊。那据我所知，崔老师是在天津。我在天津。您是在北京。对。这俩地儿虽然说不远，但是每次如果说要在一块儿，要是练琴啊或者练唱怎么办呢？我的封闭训练，我退休以后我就到北京来了。哦，那现在可以说原则上讲，您是在北京工作或者在北京生活啊？在北京生活。嗯，张海霞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京剧老旦的？8岁时候就开始唱，等我从05年才开始学老旦戏，就是不懂，主要是，但是喜欢啊。跟谁学呢？我们7级4厂有一个京剧队，就是电子管厂那边啊，我就跟那儿的老师傅学。你看他刚才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好，但是呢。唱的时候我觉得他没有把自己那个最好的声音啊发挥那么好，头三个字就有一点紧张，但是老旦啊说句实在的特别难唱，我觉得能够把这段三演唱下来就应该给予鼓励吧。好，谢谢老师。我看那个崔兰亭这介绍，不但胡琴拉得好，饭也做得好啊。您以前的工作是厨师，饭厨师。饿了吧，姚老师？哎，厨师，你让人说了吧，不会炒菜的大厨就拉不好胡琴吗？是不是？那您也是美食家，也会做饭。对，我也喜爱炒菜。刚才郑老师说了，你是饿了吗？当然郑老师饿，找吃的来着。那老师，您那个就是说是做饭的时间和拉京胡的时间，这两个时间。哪个占比例？有的时候是占5/5开，5/5开，有时候是3/7开，拉京胡占7。刚才啊，赵老师也说到，说他这个现在做饭啊，和这个他这个京胡演奏啊，更喜欢哪个？他说3/7，现在所有的精力可以说大部分投入到这个京胡演奏。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样乐器呢。可以说是您喜爱京胡以后的衍生品了。衍生品，对。您给大家介绍介绍。10年前吧。嗯。我考虑到有很多这个比较接地气的这个群众团体，他确实他没有那么大力量，一叫5-60个交响乐队这个老师们，我就考虑到我这电子合成器，是不是小试牛耳一下吧？果不其然，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就10年前又喜欢上啊，对对，合成器了。啊，对对对。崔先生，您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您是搞声乐的，像咱唱男低音的。我姓崔，我这个哎，说话那喉头挺重。对。但是我觉得您爱好很广啊。是。您好像还能做菜。啊，对。然后呢，研究京胡。对。刚才您又谈到了这个合成器。对。实事求是讲，真正的把这个合成器引入到我们剧团。我们天津京剧院是第一位，我们这个各个院团也都在推广这个事情，是吧？因为观众他不光要欣赏我们演员的唱，三大件的伴奏，同时他要更欣赏一个整体的一个合成。谢谢我们詹家老师的点评，有请下一个组合上场。我叫杨振兴。从小就喜欢京剧，学了京胡以后啊，我在几个票房里头玩得非常欢。我们郎律师这儿有点事儿，我有个朋友跟我说，郎律师那儿有个演出，你得给帮帮忙去。结果我们这一帮就帮了好几次，这次帮到中央电视台来了。我叫郎琼英，我是北京青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我们俩呢，大家也诙谐的称作叫杨郎组合，希望我们这个组合能取得好成绩。今天一定要取得好成绩。好，杨老师就拜托您了。Thank you.
谢谢来自北京的郎群英和杨振兴。刚才两位合作，自己先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点紧张啊？我看郎老师有点。是的，有点第一次登上央视这么大的舞台，平时都是我们在私下玩儿，业余爱好啊。业余爱好。您是平常是从事什么工作呀？我是从事法律，律师是吗？是。那您平常也是工作之余，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爱戏曲上吗？也没有。我喜欢戏曲是，因为父亲生前特别喜欢京剧，父亲在2009年去世之后呢，我是他生前的时候，他看戏曲频道，我老是给他把那个遥控器藏起来，为什么呢？就不喜欢嘛，就不想让他看，就感觉要给他捣乱。但是真的等父亲走了之后，我再看到 CCTV 11这几个字的时候，非常的亲切。我时常怀念起就是父亲生前看戏曲的时候，他的那个音容笑貌，所以我就觉得我到现在喜欢京剧，是好像跟父亲一种非常宝贵非常特殊的交流方式，是希望能够弥补一些作为子女的遗憾哈，对长辈的一些愧疚，所以呢就把这样子的一种心情转换成对戏曲的一种爱好。那说说杨振兴老师。我跟郎律师这个合作很少，刚才没有给他脱好，吓了我一大跳。怎么讲呢？您刚才合的不算特别吻合，完全赖我，真的，完全赖我。我向大家道个歉，我们练了几次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个呀，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奏员的话，确实是应该这样要求的，就是说这个演员在台上没张口，乐队一定要把这个过门要补上，而不能说你没张嘴，按照谱子上你没唱，你是错的，不能这样，而是以演员就一切以表演为中心，我乐队要把它拖好办好，他没张口我要再去补一个过门，直到他张口，是不是？拖腔保调、啊、是的，以演员为中心的。那我们值得表扬的，刚才我们的乐队非常好，你错了我们就跟着你过来，而且还听不出来，给乐队点掌声。好，谢谢我们的乐队乐师哈。您这个京胡我看着特别有特点，就好像跟我们刚才看到其他的京胡演奏者的京胡不太一样。说到我这胡琴啊，这个胡琴啊，我是有幸和许师傅在一块儿有十几年了，经常给他长了在那儿刻这个码子试音，哪把胡琴好哪把胡琴不好，这样耳濡目染我就学手艺啊。我的拉的琴线呢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郎律师哈，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就继续学下去，然后我觉得对你的这个律师工作也是有好处。对，因为我们戏曲里很多的很讲理的故事，对，把它这个发扬光大。对，我觉得所有的戏剧弘扬的都是礼义人之信，我们在所有的戏曲当中都能看到这种正义公平教化育人的作用。是的是的。好的，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专家老师的点评。有请下一个组合上场。大家好，我是张秀玲，很高兴这次来参加中央电视台一鸣惊人的栏目。我是苏州科技大学一名职工，我从小就喜欢拉胡琴，这一次参加这个非凡组合很高兴。这个因为张老师呢是一个在马派艺术上研究很有造诣的一个优秀的票友，所以我这个很愿意和他合作。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我尽最大的努力为您伴奏好。
了家庄有功，杨氏大女她本朝家不贤，三不两银子压痴心，皇冠殿雄年贴亲，赢得官司归故里登门口谢姑娘兄。好，谢谢来自江苏南通的王永庆、张秀林，欢迎欢迎两位，两位远道而来，来自南通哈，这个当地的戏迷群体怎么样？戏迷群体非常踊跃，很多人都唱京剧吗？我们江苏南通这边很多人唱，大概有30多家票房。我是呢南通如东的文化馆，我自个儿有海运经济社，我自己还办了一个剧社。对那你们多少个团员呀？我大概36个人。36位？对。都做什么呢？剧社？剧社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平常活动啊，就是带领大家，我们老中青三代，最小的大概是8岁，最大的大概是。都是以唱京剧为主？对，唱京剧为主。并不是说像剧社有话剧什么？没有，就是京剧为主，各种行当都有。那您这位搭档也是您剧社的成员之一吗？对，是我们剧社的群师。我是苏州科技大学的退休老师。哦，苏州，一想起那里就想起那边也有很多的艺术门类，比如说苏州评弹啊。对，粤剧呀，昆曲呀。对。那您是怎么就喜欢上京剧了？我从小就喜欢京剧，受父亲影响。小学的时候我就学拉胡去了。也是爱了很多年哈。然后呢，到了学校里边、工作单位里边，反正都是给大家伴奏。那么退休以后呢，秀玲老师呢就请我过去，往他们那边。我也喜欢马派，他也喜欢马派，所以就和他在组合在一起了。您二位合作多长时间了？合作了已经3年半了。三年半了。对。我认为他们磨合的还不错。谢谢我们专家老师的点评，有请下一个组合上场。我拉琴呢，也不是拉音符，你用嗓子在唱，我用琴在唱。大家好，我叫吴兴文，因为同一个爱好，我和顾安的朋友李文峰，我们走到了一起。能够跟吴老师合作也是我的荣幸，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咱们央视这么大的栏目，所以呢那个英哥说也很紧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好的成绩奉献给观众朋友们。吴老师，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把这次做得最好。好。
戏迷票友，两位刚才带来的是《野猪林》当中的唱段、啊。对，两位是经常在一块合作搭档吗？说句实话，我跟吴老师，我们俩刚认识十天。怎么讲呢？怎么才认识啊？那个，说起来也是有一个故事，因为那个我们的吴老师呢，他是咱们北京人，在我们固安住。我们两个呢都是50后，今天我们这胆子够大的了。我们俩从来没在一块合过。从昨天呢，他说不行，咱改大雪飘吧。我说我学的那个传统戏呢，我是学的是弹派，但是这一段我说我就是印象，对李派，我说我没怎么学过。但是这个我得了，我说我都既然来了，我说咱们俩就配合，为了跟老师学习。那吴兴文老师是学习京沪很长时间了，是吗？您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想要不然的话您这个会那么多段，然后随时都可以跟他说换这个吧换那个吧。那倒不是、嗯、也碰巧了，就是说我这段呢大雪飘比那个比李文峰呢学的早了一些日子、他呢也还也就是以前有印象、嗯、所以我们不行来大雪飘吧、所以说临时改了一个大雪飘、嗯、两个人从来不认识没有合作过，就这么在很快的时间搭档在一起了，这个非凡啊，应景了。老师的声音挺难得的，因为老生我们特别缺有好嗓子的老生，这个声特别难得，只是觉得头三个字的意境，这个大雪您那大就有一点好像一下子就唱出来，那个意境上再讲究一点就更好了。我觉得你们如果唱传统戏还真的不够，你像刚才一开始唱这个段，我也没想到这个大雪飘扑人面这段真是太好听了，太难唱了。你别以为他调门不高，他就是我们啊很随意的唱。我就是刚才听完这支我就感觉到两个字儿，随意。我为什么说随意呢？你唱的比较松，没有进入这个状态。大雪飘，你看肯定是这样感觉。扑人面，不应该这样唱的。你首先进入这个状态，啊，忍耐，正在忍耐这种心情，怎么出这个？大雪飘，收。着急好，如果想唱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研究。好，谢谢。我来接一下刚才王院长的那个这个话，说演唱有一点随意了，恰恰演奏上我看出来吴先生您很刻意。怎么说很刻意呢？我发现您前面的慢板自己很投入，很想做到这种意境，
您的这种感觉非常好，唯独就是您的琴弓用的短了点儿。哎，如果琴弓再能用的长一点就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京胡的慢板、慢速的东西是最难的，啊，中快速是我们的最擅长，而慢速是最难以控制的。但这时候恰恰需要的是这种意境，那么就要用一个长弓慢慢的把它推下去。好，谢谢，谢谢王老师。邀请下一个组合上场。练清空并论炸拥。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的林林。我是来自云南的樊建生。我们家是京剧世家，我爷爷也是搞京剧的，我爸爸也是搞京剧的，所以我从小就受京剧的熏陶，特别喜爱。我呢喜欢京剧，京剧的魅力啊太强大了，自从接触京剧以后呢，就深深地爱上了它。平常呢也会在一起，合作，然后呢也会参加一些活动，我们重在参与，也是来跟大家学习的。
谢谢来自云南的林林、樊建生、非凡组合，掌声再次送给他们。我们知道云南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一看您二位的服饰，大家多多少少可能会猜到你们的民族。我们是白族，来自云南的。白族啊，欢迎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哈。我们这个白族服饰其实也很有特色啊。我想到，因为大家对大理呢很熟悉的就是风花雪月。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头饰上面其实它就包含了这四种景色？哦，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像这个穗子啊，白色的这个就代表下关的风，啊，然后这个花就代表上关花，啊，然后上面这个白色的就代表苍山的雪，啊，然后它弯弯的帽子的形状就代表洱海的月亮，啊，所以它都是有寓意的这个服装。太美了，林林呢？我知道是来自云南音乐学院的老师教授是吧？对对对，啊，我是学声乐的。声乐教授啊，那您二位今天这个身着民族服装，共同带来的《霸王别姬》，先自己感觉一下。我们因为樊老师呢是我爸爸的朋友，我爸爸和樊老师的姐姐都是云南省京剧院的演员啊，所以我们是这个缘分的认识了。啊，我们就在一起组合，因为我不是搞专业的，樊老师也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想，带着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饰，然后呢，来向大家学习的，啊，刚才听您介绍，好像他是那个声乐老师，是吧？那就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把那个戏曲融入到你的声乐课堂？比如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你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从小呢是受耳濡目染，因为我在京剧院长大的，所以我对京剧的情节比较深。原来呢我也考了北京戏校，然后我也考了艺术学院啊，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唱歌。我觉得京剧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也是我们必须要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我想问一下樊先生，您那个在当地拉琴的话，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肯定是老师了，老师的传授。我们大多数呢就是模仿，还有看你们怎么运功，怎么揉弦，啊，这个是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学习。特别姚老师那些演奏风格，我们很喜欢。他的演奏风格啊，有猴子的风格。王老师的，就我们在昆明都是很崇拜的，都是我们的偶像。谢谢，好，谢谢，谢谢姚老师，谢谢两位的分享。有请下一个组合上场。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北英山四季花海的女子乐坊，是一支业余文艺团队。我们平均年龄53岁，平常我们业余时间大家刻苦练习在一起，为了戏曲我们勤学苦练，互相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提高。这次我们姐妹们一起参加中央台一鸣惊人非凡组合栏目，我们一起为弘扬中华戏曲，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谢谢来自湖北黄冈的戏迷票友哈。你看，有演唱者，也有演奏者，谁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我们是来自湖北英山四季花海女子乐坊的，我们工作在不同的岗位，由于业余爱好聚集在一起。首先我觉得看到台上靓丽漂亮的几位像仙女一样的演奏这个娄山关啊，觉得是视听合一，觉得特别好，是一个很好的享受。我想问您几位是经常在外面有一些演出活动吗？经常有参加我们县里的举办的春节晚会，再就是票友交流，出县、出省、出市，再就是送戏下乡，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是四季花海女子乐坊的，其实还是英山县秋韵票社的成员，还是的啊。对，我确实是在你们那个的气质上，就是看到了。我认为你们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就每一个人都是微笑的，所以这个带着微笑会影响你们的生活，影响你们这个业余的这种爱好啊。而且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微笑，我们自己觉得他们特别享受。哎，郑老师，他们在演奏当中，你发现有表演。对，演奏到他们很享受这个表演和这演，虽然是有一点紧张，他们很有表现力，是吧？很有表现力。看那个刚才拉京胡的那个拉的那，很投入，很投入，队长很投入，而且他们配合得很默契，这是。他们还准备了一个节目呢，也想让各位老师看看他们这些刚才是演奏方面的一些技巧，演唱方面如何？好像准备了一首民歌是吗？叫什么名字？洪湖水，浪打浪。我一个要求可以吗？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我是一个票友啊，他那个是带队的，在那个评委席那坐着。哦，能不能让我们一起上来唱个民歌表演一起？哦，再邀请一位哈。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有请。
是一同。